这是我们在台湾太平洋上面的永明佛寺啊，我们现在刚好大众呢，这时间是安居看佛陀转，也是错了。这位爱到比丘尼就是这个，就这位。哎，我们能出家就是因为他的关系，他求了世尊阿难来。对，了不起哦，这位爱到比丘尼就是非常有智慧的。这就是我们的真正的主师爷了，这是净饭王。